好，在上一讲里边呢，我们介绍了子空间的概念。那么子空间呢，首先它是一个空间的子集合啊，子集合。那么对于子集合呢，它有一些运算。我们知道，讲到集合的时候，就假如说这个 S 是个集合 ，S1、S2， 它是 S 的子集合。那么讲到子集合呢，有两个典型的运算，一个就是求交的运算，是吧 ？S1 交上 S2， 还有一个呢，求丙的运算 ，S1 丙上 S2。那么现在我们很自然的就在考虑这个线性空间的子空间的时候啊，假如说 S 是一个线性空间 ，S1、S2 它的子空间，那么很自然我们就会想到就是它们作为结合，它们的交集，它们的丙集是不是还是子空间，对吧？那么很容易验算的就是两个子空间交集呢，肯定还是子空间，但是丙集呢，通常情况之下它就不再是子空间了。那比如说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来看看，刚刚我们讲到的就是在空间直角坐标系里边讲到这个平面和直线什么是子空间。同样的，我们看看这个直线，这个平面上面，平面上面一根直线它什么时候构成子空间，平面上的直线构成子空间呢，一样的，我们也只要看看这个直线啊，它是不是经过坐标原点就行了。如果这个直线经过坐标原点，那么它是子空间，如果它不经过坐标原点呢，它就不是子空间。好，那么比如说我们来看看啊，就在一个平面上面，它进入一个平面直角坐标系，这个是 X 轴，这是 Y 轴。那么比如说 X 轴这个直线，这个直线呢它经过坐标原点的，所以这个直线上面所有的向量全体它是构成一个子空间的。同样的 ，Y 轴上面的所有的向量，它也构成个子空间，因为 Y 轴这个直线呢，也经过坐标原点的。那么这个我们看看，这个它这个两个啊，比如说这个呢，巴西中是 P 一，这个巴西中是 P 二，这个 P 一跟 P 二的丙级是不是它子空间呢？这个丙级在整个平面上一看，那就是这个滑脱脱的这个两根线，两根线，我想它肯定不是子空间，为什么不是子空间呢？很容易看到它关于加法是不封闭的，为什么加法不封闭呢？那我在 X 轴上面随便取一个向量，在 Y 轴上面随便取一个向量，这个两个向量的和啊，就跑到外面来了，就跑到外面来了，所以它不在这个丙级里面，所以这个两个子空间的丙级它就不是子空间，不是子空间。好，那么这个交是子空间，丙不是子空间，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多少有点缺憾啊。为了弥补这样的缺憾呢，啊，我们做了一些改变啊。我们假如说这个 P1 P2 是线性空间 P 的子空间啊，我们定义两个集合，一个集合呢就是交集，按照刚刚讲的两个子空间的交集呢，它一定是一个子空间。下面为了替代刚刚这样的一个丙集，因为一般人说两个子空间的丙集它就不再是子空间了，我们做一个合集，就 P1 跟 P2 的合。这个合集是什么样的一个集合呢？就这个里面的每一个向量都可以写成公式 ，P1 里面一个向量 a 大一，跟 P2 里面向量 a 大二，它们的和，啊，做这样一个丙集，做这样一个合集，我们把叫做这个两个子空间的和。那么我们很容易证明，这个对于一个线性空间的子空间来说，它们的交集以及它们的合集呢？都是子空间，都是子空间。啊，这里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合集跟交集呢是有区别的，对吧？合集跟交集是有区别的。就假如说 P1 是子空间 ，P2 是子空间，那么我们可以很容易证明啊，这个 P1 呢，它是包含在 P1 跟 P2 的合集里边的。这为什么呢？那你 P1 里边随便举个向量 a 的，这 a 的呢一定可以形容呢a 的加上零向量，只要不是个子空间吗？只要是子空间它就有零向量啊，是吧？那么这样子呢，这个 a 的呢就写成个呢 P1 里面的一个向量 a 的跟 P2 里面向量 c 的和，那这样子这个向量当然是属于这个和集的，所以这个 P1 呢是包含在这个和空间里面的。同样道理我们还说明这个 P2 呢也是包含在这个合空间里面，这样子一来呢，这个丙级永远是包含在这个合空间里面的，只不过从我们的想象当中可以
啊，大家可能够想象得到，这个两个结合之间它们有什么差别啊？啊，后面这个结合比前面这个结合一般来说要来得大，是吧？来得大。好，这是胶跟丙的区别，大家注意的一件事情。那么怎么样来求胶空间和空间的之后为数啊？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现在我主要是对这个两个向量组生成的子空间，它们的和空间啊，怎么样来求它的之后为数？我们可以证明，如果这 皮叶 是由阿尔法叶到阿尔法 S 生成的子空间，皮尔是由贝塔叶到贝塔 T 生成的子空间，那么它们的和空间呢，就是由这个两个向量组共同来生成的子空间，共同生成的子空间。啊，这个结论怎么证明？这个结论呢，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做啊，这我们就这样子来看，要证明这个两个空间相等，那么就这样证明它们的相互包含关系就行了。是吧？比如说，我们看看这个包含关系是不是成立啊？这个包含关系是不是成立？那你任取一个 A 大属于 皮叶 加上 皮二， A 大是不是在右边这个空间里边？那么现在看看啊， A 大属于 皮叶 加上 皮二， 那么按照和空间的定性嘛，所以要存在 A 大一属于 皮叶， A 大二属于 皮二， 使得 A 大呢等于 A 大一加上 A 大二，是吧？因为 A 大一在 皮叶 里面，所以 A 大一呢可以由阿尔法一到阿尔法 S 来进行表示。因为 A 大二在 皮叶 里面，所以这个 A 大二呢可以由贝塔一到贝塔 T 来进行表示。好，那么这样子不就告诉我们这个 A 大呢可以由阿尔法一到阿尔法 S 以及贝塔一到贝塔 T 来进行表示。啊，由他们来进行表示，那么这样子就告诉我们 A 大呢要在右边这个空间里面，这样子我们就证明了这个包含关系，倒过来的包含关系也很容易可以证明的，我们在这里呢就不证明了，那就不证明了。所以有两个向量组生成的子空间，它们的和空间啊，我们可以知道它一个生成元组，知道它的生成元组之后，你要找它的积呢，实际上只要找这个大的向量组它的极大线性有关组就行了，为数也很容易得到。好，这是关于这个和空间的这个为数和积和为数怎么样来计算它。那么下面我要介绍一个很重要的定理，叫为数定理。为数定理讲什么意思呢？我们还是来看看这个前面这个集合啊。我们讲，假如说 S 是一个集合， S1 S2 呢是它的子集合，那么我们在考虑结合的时候，经常要来数一数这个结合里面到底有多少个元素，它的元素个数是多少。那么我们来考虑一下，就是 S1 跟 S2 的丙级里面还有多少个元素。那么这个元素个数我们很容易得到一个公式的，那比如这个是 S1 啊，这个呢是 S2， 那么 S1 丙上 S2 里面有多少个元素呢？啊，这个元素的个数我们很快就得到公式的，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算就行了。那先在这个 S1 里边啊数一遍，再在 S2 里边数一遍。好，那么这样子数，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这数的过程当中呢，就是 S1 里边的元素啊数过了， S2 里边的元素数过了，但是它们的胶数了两遍，数两遍呢把它减掉就行了。啊，再考虑这个一个结合的两个子结合的丙级胶级里面元素的个数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公式。好，我想这个公式啊很相，跟这个公式很相像的，我们可以把它啊得到，利用它呢，利用这样一种想法呢，得到就是这个子空间的胶空间的和空间的为数之间的一个关系啊，这样的一个定理。就假如说有两皮呢，有两个子空间，一个皮叶皮二，那么皮叶跟皮二的和空间的为数一定等于它们的为数的和再减掉它们交空间的为数。这个为数定理是非常重要的，它这个证明的这个想法呢，跟我们刚刚讲的来数这个
结合的子结合里面的元素的个数，这个想法很相像的。因为时间关系呢，这里我们就不证明了啊。这个技能很容易记住它的，你记住它。啊，用下面举些例子来看看。比如说，我们给了这个矩阵空间 F 二乘二的两个子空间，下面呢，我们要求啊这个四个子空间的 g 啊，要求它的 g 以及它们的维数。那么很明显，大家看到就是这个题目呢，关键的就是要求出它们的 g 来，对吧？要求出它们的 g 来呢，首先跟我们看看这个 v 一 v 二好办。按照我们前面举的例子啊 ，v 一的 g 很快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用算，看就看得出来了啊。一个呢是 a 等于这个1100，还有一个呢是 b 是等于这个0011啊，这是 v 一的一组 g 对吧？还有这个 v 二的一组 g 呢，也很容易看得出来啊。v 二的 g， 比如这个 c 呢是1-1000，还有一个是 d 是等于这个0011。好 ，v 一 v 二的 g 都可以得到了 ，v 一跟 v 二的 g 都可以得到了。那么怎么样来求 v 一跟 v 二的合空间的 g 呢？因为 a b 是 v 一的 g。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个时候 v1 啊实际上就是由 ab 生成的这样的一个子空间，对吧？ v2 呢是由 cd 生成的这样一个子空间。所以你要求这个 v1 跟 v2 的合空间的 g，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合空间的生成元把它找出来。那么按照我们刚刚这样的一个命题呢，它实际上是由这个 ab C、D 共同来生成的，所以你要找出它的 g， 实际上是要找 A、B、C、D 这个四个元素构成的向量组的极大线性宏观组就行了。那么怎么样求极大线性宏观组？我们前面有办法了啊。那么它 g 可以找出来，那么维数也能够求得出来了啊。这我就不再算了，因为这个前面举过这样的例子了。那下面我看看这个 v 一加上 v 二的 g 和维数怎么求啊。那么这个结果呢？啊，前面我算过，算了算这个 v 一跟 v 二的合空间里边，它的 g 里边啊有三个元素，所以它的这个维数啊，它是等于三的，它是等于三，它是等于三嘛？那么在 v 一跟 v 二它的交空间，尽管这个交空间 g 我们还没求出来，但是呢，我们已经知道这个空间的维数等于多少了，对吧？利用这个维数定理嘛。这个交空间的维数等于什么呢？交空间的维数应当是等于 v 一的维数加上 v 二的维数再减掉这个合空间的维数。那么 v 一是两维的， v 二是两维的，合空间是三维的，所以这个交空间肯定是一维的，肯定是一维的。好，那么下面怎么样求交空间的 g 和维数呢？啊，怎么求它的 g 呢？啊，要求它 g 的话，我可以这样子来看。我先要求它 g 呢，首先还是要求一求这个交空间里面它的元素具有什么样的形式。具有什么形式？好，那么现在我们看看一个元素，一个二乘二的矩阵要在这个交空间里边啊，也就是说这个元素呢既要在 v 一里边又要在 v 二里边，它的四个元素应当满足什么条件，对吧？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看啊，就假如说这个地方这个交空间里边，那交空间里面这个矩阵它这一行第一行第一列这个元素是 x， 那么它要在 v 一里边，所以这个地方是 x 的话呢，这个地方肯定也是 x， 因为这个第一行的两个元素应当相同，应当相同。但它又要在 v 二里面，又在 v 二里面的话，马上就可以看到，如果第一行第一列这个元素是 x， 那么第二行第二列这个元素应当是负 x， 是吧？因为主对角线上面两个元素是互为相反数，同样。次对角上面两个元素也应当是互为相反数，所以这个地方呢也应当是负 x。所以如果一个矩阵应当在交空间里边的话，这个矩阵呢就必须要能够显成功这个形式。但是反过来我们还要想一想，显成功这个形式的矩阵是不是真的在这个交空间里边呢？是不是符合这个 v 一 v 二的所有的条件啊？你稍微看看啊，的确是符合的。所以这样子呢，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这个 v 一跟 v 二的交空间是由哪些元素构成呢？是这样的一些元素构成的。那这样子呢就把这个交空间里面的元素的一般形式就找到了，
这找到了，所以很快呢，我们会找到它的一组枝叶叶复叶复叶啊，它枝里边还有一个元素，所以呢，这个交控就是一维的，这也印证了我们刚刚利用维数公式得到的这样一个结果。啊，这个是一个例子，下面再举个例子看一下。就假如说给了四个向量，阿尔法一、阿尔法二、贝塔一、贝塔二，那 G 呢是由阿尔法一、阿尔法二生成的子空间 ，G 二呢是由贝塔一、贝塔二生成的子空间。下面要求它们的交空间的以及它们的合空间的集合维数。这合空间呢，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啊，因为这个 G 一的生成源有了 ，G 二的生成源也有了，那么它们的合空间呢，就是由这个四个向量共同来生成的。那么你要求它的积，只要求阿尔法一二、贝塔一二这个四个向量构成的向量组的其他进行无关组就行了，它维数也能够得到。啊，那关键问题呢，在这边怎么样来计算这个交空间它的积和维数？怎么样来算这个交空间的积和维数呢？啊，我们这样来看，你要说交空间的积和维数啊，首先呢还是要看看这个交空间里边到底是由哪些元素来构成的。那么我们就要看看。一个四维向量它什么时候在这个交空间里边的，对吧？一个向量什么时候在这个交空间里边的？这个向量要在交空间里边，也就是说它既要在 G 里边又要在 G 二里边，它要在 G 里边，那么这个向量呢一定要可以写成公式 G 一里边的生成源阿尔法一还有这个阿尔法二的线性组合，是吧？它必须要能够写成这样的线性组合，它又要在 G2 里边，它也必须要能够写成公式贝塔一贝塔二的线性组合，又要存在这个 L1 L2 使得呢它又写成公式 L1 贝塔一加上 L2 贝塔二，是吧？它既可以写成贝塔一贝塔二的线性组合，又能够写成阿尔法一阿尔法二的线性组合，那么这样的向量呢在这个交空间里边。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就转化了，我们本来呢是要看看这个交空间里边到底是由哪些元素构成的，那么现在呢变成过什么呢？变成过是要看看哪些数 K1 K2 L1 L2 能够使得这个等式成立，是吧？就要看看这个组合系数，哪些组合系数能够使得这个等式成立了，这个组合系数使得这个等式成立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转化成考虑什么呢？那考虑这样的一个向量等式，这个向量等式在这个地方这个 K1 K2 L1 L2 呢是未知的，那么这样子我们可以得到什么东西啊？所以得到了一个关于 K1 K2 L1 L2 的一个此次线性方程组，对不对啊？就看得到了关于他们的一个线性方程组。我们要确定这个交空间里面的元素呢，首先要来确定这个此次线性方程组的解啊。那么现在看看这个此次线性方程组怎么样求解，这个此次线性方程组把它写得更好看一些，那么可以把它写成公式K1 阿尔法一加上这个 K2 阿尔法二减掉 L1 贝塔一减掉 L2 贝塔二等于零，写成过这个形式。那么这个指示线性方程组，你要求它的解的话，那么首先要把它的系数矩阵拿来，系数矩阵很好，很好看的。这个第一列实际上就是阿尔法一，把它竖起来，这个一二一零。第二列就是阿尔法二，把它竖起来，负一一一一。第三列就是贝塔一乘上个负号。就是负二一零负一，第四列贝塔二乘上负号，就是这个负一一负三七。要解这个指示线性方程组，就是要把这样的一个系数矩阵用初等行变换把它变成阶阶性矩阵，或者是简化阶阶性矩阵啊。下面我们就来变一下吧。这里只能做行变换，不能做列变换啊。这里是一负一。负二负一，把第一行乘个负二加到第二行，这个是零，这是三，负二加起来这是五，负二加起来这是三，啊，第一行乘个负一加到第三列，这个是第三行，这是零，这是二，这是二，这个乘个负，这还是负二，啊，最后一行呢？最后我想它可能能变成零的，因为我前面数字呢稍微处理了一下，测了一下，所以我们再继续变啊，还是行变换，这是一负一负二负一，我们把第三行把它化简一下调到第二行去，那么这就变成零一一负一
随后呢在第三行乘上一个负三，加到第二行，第二行的原因是第二行搬到第三行去，那么就变成是零零，整个负一加过去，负三加过去，这个是负三加过去，这是零，这是二，负三加三，这是六，好，这个是零零零零。再继续改变一下的话，那么我们在这边这个二六呢，可把变成是一三一三。所以我们再想办法把它变成是简化阶梯型矩阵，啊，这个是零零零零，这是零零一三，第三行乘上个负一加到第二行，这变成是一零，负一加上去这个是负四，所以在第三行乘个两倍加到第一行，这变成是那一负一。乘两倍加上去这个是零，乘两倍加上去这个是五，啊，再把第二行加到乘个两倍加上去，哎，在第二行乘个再加到第一行，一个是零，一个是一，零九，这个是，一共这是零。零九，啊，也许这边有计算错误了。那么这样子我们就得到了，啊，这样一个简化阶梯型矩阵。这个简化阶梯型矩阵，有了简化阶梯型矩阵之后，那么我们就有这个通解了，啊，就可以找到这个几次性方程组的通解。那么你要知道它的通解呢，实际上也只要得到它的基础解释就行了，对吧？我们关键的问题呢，我们最后就要找出它的积的。你要找到通，要求它的这个通解啊。实际上只要求它的基础解释就行了，这基础解释呢在这里很快就可以看出来了，我们只要令这个 AR2 取一， AR2 取一嘛，啊，这边 AR1 呢要取个负三，随后这个 K2 呢要取成功是四，随后这个 K1 呢取成功是负九，好，所以这样能得到一个基础解释。那么这里要注意的呢，就是这个基础解释这个向量啊，并不是我们要求的这个交空间的积。那么这，因为我们这里求出来的实际上什么呢？求出来的实际上这个四个数字，实际上是对应于这里的 K1、K2、L1、L2 的。啊，所以我们要求的这个交空间的积，实际上是什么呢？啊，就是拿这里得到的 K1、K2、L1、L2 作为组合系数。得到的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向量。所以实际上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呢？得到的我们只要把前面这个 K1 K2 拿过来就行了，啊，得到这个负九阿尔法一，这就是 K1 再加上四倍的阿尔法二，这就是我们要找的这个交空间里的元素，啊，这就交空间的一个积。那么有人会想到，就是啊，你这样本来这个交空间是要你求 v1 v2 的这个交空间的积的，你这边怎么算到最后只剩下这个阿尔法一阿尔法二了，贝塔一贝塔二怎么把它丢掉了？实际上我们没有丢掉，对吧？为什么没有丢掉呢？因为根据我们刚刚的这个算法啊，这个这样的一个向量呢，实际上等于什么呢？它实际上是等于负三贝塔一再加上贝塔二，实际上是等于它，实际上等于它啊，这就是我们找出来的这个交空间的积，那么交空间当然也就是一维的了。啊，这例子，下面再举个例子看一下。就假如说我们给了两个矩阵，一个 A， 一个 B， 下面给出的这个 G 呢是这个以 A 为系数矩阵的几次性方程组的基础解释，这个解空间。G 二呢是这个矩阵 B 所对应的这样的一个解空间。下面要求交空间。和空间的积以及它们的维数。那么在刚刚讲的这个例子里边啊，这个和空间的积和维数呢很容易算的，但是这个交空间的积和维数呢算起来比较困难一些。在这个题目里边啊，刚好相反，这个交空间呢算出来应当比较容易，但是和空间算起来稍微麻烦一些。为什么呢？大家马上就可以看到，你要算这个交空间，但总的思路呢是类似的，你要算这个交空间的积，求它的维数，
那么首先呢要看看在交互键里面到底是由哪些元素构成的，对吧？那现在我们看看一个四维向量 A 档，它什么时候是在直接交上皮绕这个交互键里面的呢？它在交互键里面，也就是说 A 档呢既在直接里面又在皮绕里面，对吧？它既在直接里面又在皮绕里面，也就是说它既要满足 AA 档等于0，又要满足这个 BA 大等于0，是吧？那么这样子呢啊，我们就看到它既要 A 大，既要满足 A 大等于0，又要满足 BA 大等于0。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可以把啊，这个呢是一个指示型方程组，这呢是一个指示型方程组，它要符合两个指示型方程组。那么这样子我们可以把这个两个方程组啊合在一起，得到一个大的方程组，是吧？那么它对应的矩阵就是哪，这边是 A， 这是个分块矩阵 B 乘上 A 大等于0。所以呢你要求这个交空间的几何维数，这个交空间是什么？这个交空间实际上就是那以 AB 这样的一个分块矩阵做所对应的这样的一个指示性方程组的解空间。那么你要求它的积，求它的维数，实际上只要解这么一个指示性方程组就行了，是吧？那么这个当然这个指示性方程组里面呢它含有多少个方程，应该含有五个方程，对吧？因为原来 A 对应到三个方程， B 对应到两个方程，一共对应到五个方程。好，这是交空间，那么只要求这个解空间就行了。还有一个这个合空间，要算这个合空间呢，那现在这里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我们只能用前面这个命题。那要求合空间的几何维数呢，首先我们要把 G1 的生成元找到，把 G2 的生成元找到，那么 G1 跟 G2 的合空间实际上就是只要把这个 G1 和 G2 的生成元合在一起的时候，有这个大的向量组生成的这样的一个子空间，对吧？啊，所以这个题目呢你要在计算的时候，首先要求 G1 的生成元，要求 G2 的生成元。那么 G1 跟 G2 的生成元怎么找啊，他们生成员实际上就是对 G1 来说，你要求 G1 的生成员实际上就是要求 G1 的积就行了。 G1 的积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指示性方程组的基础解释啊。你要求 G2 的生成员，也就是要求这个指示性方程组的基础解释啊，啊，把这两个基础解释合在一起，那么它就生成了这个合空间啊。你要找这个合空间的几何维数呢，只要求这样的一个大的向量组，它的其他信息宏观组就行了啊，在这个例子。好，刚刚呢我们讲了这个交空间和合空间这个概念，我们讲了这个合空间啊，这个 G1 跟 G2 的合，那么这里面是由哪些元素构成的呢？这个里面的向量都可以写成是 G1 里面向量跟 G2 里面向 G2 里面的向量的合啊，就每一个向量呢都会形成是 A 大1加上 A 大 2，A 大1在 G1 里面， A 大2在 G2 里面。但是这种表示方式呢通常情况之下它不是唯一的，那么在数学上面特别在代数上面呢，我们希望啊确定性好一些，那么这样在计算的时候可以方便一点，所以呢我们希望要有一个唯一性，这样子呢我们就产生了一个之和的概念。就假如说 G1 跟 G2 呢是 G 的子空间啊，如果在这个合空间里面的任一个向量它可以唯一的表示成啊，唯一的表示成这 G1 里面向量跟 G2 里面的向量的和，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把这样的一个合空间这个和啊叫做是直和，因为这个直和呢它满足额外的条件，所以呢我们常常用一个带圈的加号来表示它啊，表示它不是一般的和，它表示一般的和，不是一般的和。好，这是我们叫什么叫做是两个子空间的和，什么叫做是直和，什么叫做直和。那么下面我们就关键问题就是两个子空间给出来了，怎么样来判断它们的和是不是直和。好，那么这样呢我们有一系列的充分必要条件，我想这样一些条件呢是等价的啊，一共有五个条件，我想这个五个条件呢它们是等价的。那么证明呢，我们这是讲一下这个大体的一个思路，我们也不全部证明了。我们在这边证明呢，我们采用一个循环证法。首先呢我们从一到二，然后从二到三，三到
四，然后四呢回到三，然后三再回到一。如果这样的一个循环证出来了，那么这样呢就表明前面的这个四个条件相互是等价的。那第五条件跟它等价性呢，我们稍微说一下就行了。那么下面我们就看看啊，这样的一个循环啊，怎么样能够啊实现它？首先从一到二，那么首先我们要解释一下这个二是什么意思。这个零向量的表示方式是唯一的啊，零向表示方式唯一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原来这个 P 一啊 P 二这个核空间里面这个，因为它这个空间嘛，所以零向量肯定在这个里面的啊。但这个 P 一是一个子空间，所以 P 一呢里面有个零向量 ，P 二是一个子空间 ，P 二里面也有一个零向量，零向都在这，既在 P 一里面又在 P 二里面，啊，它们加起来当然还是零向量。所以呢，这个核空间里面这个零向量啊，已经有了一个表示方式了。表示方式唯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假如说这个零向量啊，它还可以把它写成公式阿尔法一加上阿尔法二，并且阿尔法一呢在 P 一里面，阿尔法二在 P 二里面。如果还有另外一个表示方式，表示方式唯一是指什么意思呢？是指这个时候啊，一定可以推出阿尔法一等于零向量，阿尔法二也要等于零向量，这个是表示方式唯一，是指这个意思。好，那么一到二我讲没有必要证明的，因为如果直接跟主要是次之后的话，那么它的任意一个向量的表示方式唯一的，零向量的表示方式当然是唯一的，所以一到二没有必要证明的。下面呢我们看看这个二到三为什么成立？如果零向量的表示方式唯一，为什么它们的交空间是等于零空间？啊，我们先来看，要证明交空间等于零空间吗？下面我们在交空间里面随便取一个向量，啊，随便取个向量 ，A 单呢属于这个 P 一跟 P 二的交。我们看看这个 A 单为什么等于零向量 ？A 单零向量很容易证明的，为什么呢？这是我们这样看啊，这 A 单，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 P 一里面向量。啊，它在交嘛，交空间里面既在 P 一里面又在 P 二里面了。这 A 单呢也在 P 二里面的 ，A 单在 P 二里面，因为 P 二是个子空间 ，A 单在 P 二里面的时候呢，负 A 单还在 P 二里面的，对吧？负 A 单还在 P 二里面的。那但是这个两个向量一加加起来呢是等于零向量，这个是 P 一里面的向量，这个呢把它看成是 P 二里面的向量。啊，这样子我们就找到了一个零向量的。又一个表示方式，对吧？我们看，假如说这个二是成立的话，零向量的表示方式是唯一的话，那么根据刚刚讲的，我们就可以推出 A 单呢必须要等于零。所以这样呢，任取一个交空间里面的一个向量 A 单，这 A 单必须要等于零向量，所以这个交空间一定等于零空间。啊，所以二到三呢也很容易说明的。这三到四嘛是很显然的，我们只要利用这个维数定理就行了。三到四嘛，我们只要利用一个维数定理，那这个前面讲维数定理是讲对任意的两个子空间，它的核空间的维数呢是等于 P 一的维数加上这个 P 二的维数，再减掉它们的这个交空间的维数，是吧？就假如说这个交空间是等于零空间了，那表明。这个最后一部分呢是等于零，最后一部分等于零，那么当然它们核空间维数等于它们的维数的和，是吧？所以这个三到四我们可以用维数公式来得到它，那么四到三嘛倒过去嘛也是一样的。所以剩下的需要证明呢，就是到三回到一，三回到一呢我们就要这样子看就行了啊。三是告诉我们什么？三就是交空间等于零空间，要证明这个合适之和，要说明这个合适之后嘛，就要说明里面任意一个向量它的表示方式是唯一的，对吧？下面看看三到一怎么推。如果是交空间的零空间，为什么这是它任意一个向量的表示方式是唯一的呢？啊，我们这样子来看啊，假如说这边有一个向量呢，它有两个表示方式啊，有两个表示方式，一个呢写成公式是阿尔法一加上阿尔法二，阿尔法一呢在 P 一里面，阿尔法二呢在 P 二里面。假如说它又可以写成公式贝塔一加上贝塔二，同样的贝塔一呢在 P 一里面，贝塔二呢在 P 二里面。
下面我们就要证明啊，利用这个三这个条件啊，要证明这个阿尔法一一定等于贝塔一，阿尔法二一定等于贝塔二。这个为什么呢？我们可以这样子看，在这个式子里边啊，我们把这个等式两边的元素重新调整一下，我们把一放在一边，二放在另外一边，那么这样呢就知道阿尔法一减掉贝塔一呢要等于贝塔二减掉阿尔法二。为什么做这样的调整呢？这样调整之后，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了啊，这是相等的，这个是等号，这个等号，假如说我们令它是等于这个德尔塔一个向量，那下面我们看看这个德尔塔这个向量在什么地方？左边呢啊，这个地方阿尔法一、贝塔一都在皮一里面，所以它们的差当然在皮一里面。这个阿尔法二、贝塔二在皮二里面，所以它们的差呢也在皮二里面。但这个两个向量是相等的，所以它既在皮一里面，又在皮二里面，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德尔塔呢，它一定在皮一跟皮二的交里面。但既然三假定这个交空间是零空间，所以呢，德尔塔只能够等于零向量。德尔塔等于零向量嘛，也就意味着阿尔法一要等于贝塔一，阿尔法二要等于贝塔二。所以那如果有两个表示方式，这个两个表示方式是一样的，所以呢，它们的和一定是直和，所以这样子一做呢，就是前面的四个啊，我们就证明了它们是相互等价的啊。这第五个条件跟前面的等价性呢，比较方便的做法呢，我觉得是把它跟这五跟四等价性啊，五跟四的等价性，这个证明呢，比较容易一些啊，比较容易一些。这个呢，在这里我就不证明了啊，不证明了。主要是考虑这个维数，考虑维数。这是我们讲这个怎么样来判断两个子空间的和空间它是不是直和。那么在这个里面呢，直和的定义当然不能忘掉，对吧？那么怎么样来判断这个两个和空间它是不是直和呢？用的最多的是第三个和第四个条件啊，第三个第四个条件。下面我们举些例子来看一看。比如说假如说我们给你一个空间是这个矩阵空间，这矩阵空间里面呢给了两个集合，一个集合呢直一就是所有的对称矩阵全体所构成的一个集合，那么这个呢很容易证明它是个子空间。直二呢是所有的反对称矩阵全体所构成这样的集合，我们也很容易证明直二呢也是个子空间。下面呢要证明FN 等于这个两个子空间的直和。要证明这 FN 是这个两个子空间的直和呢，这里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啊，就虽然呢我们这里是要你证明这个一个等式，但这个要证明这一个等式里面啊，实际上有两件事情需要你去做的。哪两件事情呢？一件事情要你证明的是 G1 加上 G2 呢它是直和啊，你用这个直和的记号嘛，它必须要是直和，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是要你证明这个 FN 啊， FN 乘 N 还等于 P1 跟 P2 的和啊，所以有很多问题里面啊都是要你证明一个等式，但是这个等式里面大家要注意的呢是有两件事情需要你证明的啊，两件事情需要证明的。下面看这个怎么证明它们啊，所以这个 P1 跟 P2 的和是直和，这个就要用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充分必要条件去证明就行了。那证明它是直和呢，这要证明它们的交空间是等于零空间就够了。那么为什么交空间等于零空间呢？我们先看看啊，假如说一个 A 是属于这个 P1 交上 P2 的，看看这 A 是不是等于零？那当然，是吧？因为 A 属于 P1 的，所以 A 的转式呢一定要等于 A。但是 A 呢又要属于 P2 的，所以 A 的转式呢要等于负 A。这样负 A 等于 A 嘛，就可以推出 A 要等于零。推出 A 等于零嘛，就告诉我们P1 跟P2的交空间呢一定是等于零空间啊，这是一个。所以这个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去证明它。下面再看第二个，要证明 FN 呢是等于这个两个空间的和空间。证明这个 FN 等于这个两个空间和空间呢，我们还是用老办法，证明这个两个空间啊作为集合来说是相等的。要证明作为集合来说相等的，就要证明它们的相互包含关系。相互包含关系就是哪？一个是这个包含关系，
我说这个报恩关系呢是不证自明的，显然成立，因为皮叶皮啊里面的元素都是 AN 乘 AN 矩阵，它们加起来还是 AN 乘 AN 矩阵，所以这个呢用不到证明，这显然的。需要我们证明的就要证明这个就行了，就是 FAN 乘 AN 里面的任何一个矩阵都可以写成公式职业里面元素跟职业里面元素的和，是吧？换句话说啊，我们看这个职业里面呢是对称矩阵全体各种结合，职业里面呢是全体反对称矩阵各种结合，所以呢需要我们证明的，证明这个包含关系啊，实际上是要证明任何一个 AN 乘 AN 矩阵都可以写成公式一个对称矩阵跟一个反对称矩阵的和就行了。那么这个大家运用这个大家在矩阵理论里面啊，在这个大学现代所里面学的这个关于矩阵的运算，那这个很快就可以做出来了。那任何一个 AN 乘 AN 矩阵 A， 我们怎么样把它测成公式一个对称矩阵跟一个反对矩阵的和呢？那这个 A 啊，它是等于二分之一 A 加上 A 的转次，再加上二分之一 A 减掉 A 的转次。前面第一个矩阵是一个对称矩阵，第二个矩阵呢是一个反对称矩阵啊，你去运算一下就行了啊。这是这个例子，下面再举个例子来看一下。我还是考虑这个一个 N 乘 N 矩阵 A， 这 A 呢满足个条件，就 A 平方等于 A， 这种矩阵呢我们把它叫做是一等矩阵啊。那么下面呢我们利用这个 A 啊定义两个子空间，一个呢是 AX 等于0的解空间啊，还有一个呢是满足 AX 等于 X 的这样的一些 X 全体构成的一个子空间。下面要证明 FN 呢等于这个两个子空间的之和。这个题目里面要我们做的这个工作啊，跟刚刚这个例子是一样的。虽然这边只要你证明一个等式，实际上需要我们做两件事情啊。一件事情呢 ，phi 一加上 phi 二呢等于零空间，是吧？如果你这一点能够证明了，就表明这个 phi 一跟 phi 二的和呢，它是直和，对不对？这个 phi 一加上 phi 二呢是直和，这是第一件事情啊。这个大家都能做，我想很容易能够做得到的。第二件需要做的呢，就是 FN 啊要等于这个 phi 一跟 phi 二的和。那么现在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你要证明 FN是等于 phi 一跟 phi 二的和的话，那还是两个包含关系，这个包含关系不证自明的，不用证明，还只需要证明倒过来的包含关系，也就要说明 FN 里面的任何一个 N 为向量一定可以把测成公式 phi 一里面向量跟 phi 二里面向量的和啊，这个也需要测一下，因为我们做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利用 A 平方等于 A 这个条件，是吧？那么现在测一下呢，那任何一个 A 受于这个 FN， 我们 A 呢可以把它写成功什么呢，把它写成公式 A 减掉 AA 再加上 AA。 那么你很容易验证，利用我们这个条件很容易验证，这个第一个向量呢它是属于 phi 一的，你用 A 乘一乘乘出来呢它是等于零，第二个向量呢它是属于 phi 二的，就你用 A 去乘一乘呢它是保持不变的啊，保持不变的。那么这个两个例子呢就告诉我们怎样去证明一个空间它是不是等于两个子空间的直和啊。那么前面的考虑呢是两个子空间的和它是不是直和的情况，那么很自然呢我们要考虑啊若干个空间的和它是不是直和啊。那么定义呢是类似的，就假如说我们给出有 S 个子空间啊，如果这个 S 个子空间在和空间里面的每一个向量表示成这些空间里面的向量的和的时候，这些和向 A 到 I 啊，它要在 phi 里面这样些 A 到 I 呢它是唯一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称这样的和呢它是直和，跟两个的情形一样，这个时候为了区别于普通的时候呢我们以用这个带圈的加号来表示它。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建立判别这个 S 个子空间的和是不是直和这个充分必要条件。那么这个判别的方法呢跟刚刚就是讲的两个子空间它的和是不是直和这个判别方法是啊基本上是类似的啊，就有个别的地方呢需要我们注意一下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啊充分必要条件。
就是这个 S 空间的和它四折后的从我们来呢，一个零向量表示方式为一，证明方式跟刚一样的。第二个这个第三个等价条件呢这里要注意的，就跟这个我们两个空间的情形这个双目标条件稍微有一点点的差别啊，待会我们再讲一下。第四个，就他们的和空间的维数要等于他们空间的维数的和。第五个，就把他们的值合在一起，就得到这个整个的和空间的值。那么这里呢，我要讲的就是这第三个条件啊，第三个条件要注意的。第三条件实际上写什么？这里是用 sigma 来表示的。那么如果我们不用 sigma 来表示呢，写出来大家更明了点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条件，就是这个 VJ 加上后面这个和空间，这和空间呢就把这个 VJ 把它丢掉，是吧？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 V 一再加一直加到这个 VJ 减一，再加上这个 VJ 加一，再加到这个 VS， 这个交空间要等于零空间，这个对每一个节都要符合。那么对大家来说呢，因为这个两个空间的和是不是折合，只要看看这个两个空间的交空间是不是零空间就行了。那么很多人就可能会想，这个干嘛这个条件要写得那么别扭，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条件改成这种形式呢？就当 I 不等于 J 的时候，这个 VI 加上 VJ 等于零空间啊。如果这形式写成功，条件能够写成功这个形式，那么跟我们前面两个空间的和的情形，至少从形式上看，表达形式上看更接近一些，对吧？那么仔细想一下的话啊，是这个条件呢是不能够用它来替代的，这是不行的。为什么不行呢？我们再举个例子给大家看看就行了。好，通过下面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加深大家印象。我们还是看平面上面，那么我前面讲过的平面上面的这个直线什么时候构成子空间呢？只要看看这个直线它是不是经过坐标原点就行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在这里啊找过这样一些直线，一个呢就是 X 轴啊，这把它记成功是 V1， Y 轴呢记成功是 V2， 我们再找第三个直线 V3，是这个对角线。那么这个三个直线呢都经过坐标原点，所以这个三个直线上面的所有的向量都构成子空间的。那么同时呢，我们还看到这个三个直线啊，它两两相交都只在坐标原点相交，是吧？所以呢它是符合我们这边的这个条件的，两两相交都是等于零空间。那么现在我们再看看这个三个空间的和空间它是不是直和呢？这三个空间的和空间它是不是直和？我想它不是直和的。为什么不是直和呢？我们再用这个直和的定义来看看就行了。它要是直和的话，就表明这个V1 加上 V2 加上 V3 这个空间里面的任意一个元素的表达方式应当是唯一的，对吧？应当是唯一的。那下面我们看啊，我们就能找到里面的向量它的表示方式不唯一。不唯一什么样不唯一呢？我们举出这样的向量就行了。比如我们就举个零向量就行了。零向量我们在直一里面取一个向量，直一里面取向量啊，取一个10 X 轴上面向量，第二个分量是等于零的，10就这个10。直二里面一个向量呢取一个是01，零一呢就是这个 Y 轴上面的向量，那这个是01。然后在这个 V3 上面取一个向量是什么呢？我们取一个这个向量，这个负一，那负一，这是对角线上面的向量。好，你看到这个三个向量加起来它是不是等于零向量啊？零向量有了一个表示方式，但是我们知道零向量还有一个显然的表示方式，就是三个零向量加起来，那这样子我们零向量就找到了两个表示方式啊。所以这个例子就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这个三个空间两两相交呢都是零空间，但是这个三个空间的和它不是直和，是吧？所以这样的一个条件呢
啊，我们是不能够轻易把它改变的，不能轻易把它改变的啊。这也就是你考虑两个空间的折合，过渡到考虑三个空间或者更多的空间折合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是最容易出错误的。好，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